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编董。那这个影片呢，会是非常非常的短，但是我决定还是用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讲。因为如果你有认真签到的话，今天一定会拿到这个特殊商店装备复原的这个 Gamma Coupon。那每次拿到这一张，就会有人想要把它拿去制作成其他东西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因为点两下没有效啦。那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这个东西基本上要等礼拜三维修之后才可以去使用。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拿到的话呢，请记得先把它锁起来，因为现在目前呢都还是不能用的。大家千万不要手痒去点这个制作材料，然后呢把它做成其他的东西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又要跟之前很多人一样欲哭无泪啦。好，那这影片呢，真的是非常短哦，跟大家一样。那么我们就提醒到这边，记得别再点错啦，拜拜。